做到这样子。你说有一个天大秘密是什么啊？在这边山上有一个金字塔。下来能够形成这种地形的引起月牙齿，那么更神奇的哦，你们不要怕哈、哦、空的，你看看你说真世界的历史要改写。上帝创造一个人要花上数十亿年，但魂飞魄散却只在短瞬之间。生命的冒险即将展开。老师，啊，大哥，老师，我们先进去。我们现在啊，是在七星山的小油坑这边。我们跟随着一个凯达格兰文史工作者林老师，他要带我们来这边解开一个山中隐藏多年的秘密。老师，老师，在前面。老师，你刚跟我们说这山上有隐藏多年的秘密是什么啊？山上有一个金字塔。金字塔？对，不是吧？哎，老师，七星山我来过多少次了？怎么有金字塔？而且这边是台湾呢。那我们上去看看。我带你上来，带你上。真的吗？在上面吗？真的，真的哦。不是我不相信老师的话，台湾怎么可能有金字塔？我脑海里不断的回想着，埃及尼罗河文明，世界上公认最古老的文明。距今约5000多年，是我生命冒险旅程中最想去的地方，居然出现在这里，这我得好好的问问老师。老师，那你研究凯达格兰族历史这么多年啊，那你是怎么样发现到说这个山里面有一个你刚说金字塔？因为北台湾是七星山是最高的。对啊，对啊，对啊。那么早期我们的祖先跟祖灵沟通都会再跑到山上最高的地方跟祖灵沟通祖先跟祖灵沟通是跑到最高的对对对、感应比较好。那这个金字塔是跟像我们一般埃及那种金字塔说里面是空的，然后可以放木乃伊之类的这样子的东西，还是它就是一个实心叠起来？早期的金字塔是最早的是用自然取用嘛，比如说原始的石头拿来堆砌的。那么埃及的金字塔是进化到新石器，他们属于后生产品。那么各有功能不同。早期的金字塔并不是在埋葬人，放不是早期的，纯粹是跟祖灵沟通。祖灵沟通也是测量大地的一个基点像大地的基点。那这个金字塔它，那这样照你这样讲的话，它的历史就比埃及还要久了。这个金字塔的年代应该可以回溯到10万年前。啊，10万年前哦。那我们上去看看。奇怪，这跟我知道的台湾历史完全不太一样。10万年前，而且我每次问老师都这样。我们再去看看，感觉好像很神秘的样子。老师，等我一下，老师。好。疑惑是越问越多，我想一切的谜都必须跟着老师才能解开。我的心情随着即将到达的线索越来越兴奋。到了，到了。我们现在站在这里的地方是前那个祭兽坛。祭兽坛哦，对，前面这两个是祭石文化。祭石文化，对，这两个祭石雕至少有每一个石雕至少有100吨以上。100吨哦？对，最少最少100吨以上。
天哪，在这深山之中居然矗立着这么一座庞大的巨石图腾，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老师，你说这是石雕，可是我怎么看不出来它整个的形体到底是怎么样？哦，这个里面就是要有专业的，要有专业。对，因为这个石头是堆叠在这上脖子上，对不对？后面的脖子的切割线，然后这个手背的切割线，这是手背啊！你看看，我们从这边的看的，这我们已经很清楚的知道，就是人类所为的，不是自然形成的。包括这个上面这边有一个平平的哈，对对对对，这样子看就知道了哈。然后中间这个是脖子，脖子，前面一个喉结。哎，喉结啊，对对对，有个秃的，喉结，喉结，这两个，哇，那这两条大半斤，哎，对对对，这个是不可能自然形成的嘛，你这样看就知道了。我说你看看啊，我操，这是喉结哦，哇，然后这个是他的那个筋，哇，可是我就想。这样子的东西，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一定我们这样一看就是人为的。可是以我们现在的人啊，搞不好都还要做这样，都是很吃力的事情。以前他们那个时代，怎么会有办法这样子做出这个东西，然后放在这边呢？以现在的文明的科技，包括直升机来讲，我想这个重量也弄不上来、啊。现在所有的飞行器也是吊不上来的，对，吊不上来的。对，那么。这个石头又是从哪里搬过来的？对，我们不清楚。但是可以确定的就是人为的。那么人为的，为什么它能够做比现在更高的文明？就是外力的切入嘛，就是打力的这样子。对，那么外力的切入是在哪里？那么以后等科学去检验吧。望着巨石，我几乎无法言语。老师大胆合理的推测，让我不得不怀疑巨石图腾是人为的。其次，头部的巨石堆砌似刻意又似自然。如果这巨石图腾真是人为的，我想它设立的年代必定久远。后面还有一个三角锥三角锥？对，还有一个陵寝。陵寝，陵寝在前面，在前面、我们这边是后祭场。对，根据老师的说法，我们的位置是他的祖先凯达格兰人当年活动的区域。我感觉自己仿佛走入时光隧道，准备揭开这隐藏多年的秘密。看着林老师的背影，我不禁感觉有些莫测高深，真不知道三角锥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好，这个是三角锥。三角锥啊，是。哎，真的，三边，一角、两角、三角。好，那么这个三角锥的凯达格兰都以三角锥来作为符祭。哦，三角锥是凯达格兰的他们的一个符祭，符祭，对，符祭。那么有三角锥的地方，一定是有文化遗址的存在，一定是有凯达格兰文化遗址。对，也有凯达格兰曾经在这边活动过的遗迹。很值的遗迹。对，那么这个三角锥从这个线过去，刚好一个地洞。地洞？对，真的吗？好，那你看就知道了。有吗？听到手电筒，没有，我一下手电筒。真的有地洞哎、有吗？有。老师，所以我们之前有到那个基隆那边去爬过一个地洞，它也是凯达格兰族的。那地洞文化是属于凯达格兰文化的一部分吗？没有错，因为早期冰河期的时间哈，人类都居住在地洞，不然的话在地表都是结冰，人类是没不适合生活的。冰河期的时候，那时候人都是住在地洞里。对，所以台湾在冰河期那时候就已经存在了。对，可是老师有一个疑问是那个什么，那个那凯达格兰那时候是存在的话，那有没有发现他的那个除了这些遗址以外，有没有什么可以证实说他的那个历史有这么久？世界上的科学家都认定，在地球上12000年前到100000年间。都是属于冰河期时代嘛？对。那么台湾已经找到3万到4万年前的人类的遗址，以及人类使用的石器嘛。所以12000年前
那时候还是三四万年前，还是冰河时代。对，没有错。然后在台湾一万两千年到十万年前都是冰河期。对，那所以我们这个三四万年前这边就已经有人在。那那个遗址是指的是哪里？比如说我们现在台东，哦，台东八仙洞。八仙洞。从宋文勋考古学来，他们检验石器的使用，是在三万到四万年前嘛。那么换言之，台湾在三四万年前就有人类的活动，活动，可是一万两千年前都还是冰河期。对，所以冰河期的时候，这边已经有人在活动。对，我必须重新整理一下思绪了。积秀潭的巨石图，自然环境中突兀的人工三角锥，如果三四万年前台湾就有著名活动，那这里的历史就以1977年在琉球那国岛发现的海底古城有着相同的时代背景。我想眼前的一切或许正隐藏着一个未被解开的秘密也说不定。等一下我带你去看比这个更神奇的东西。比这更神奇的东西。好，那我先走。好，你跟着后面。好。哇，我觉得老师提出这个论点，一定会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就说啊，更不是这样子。可在我的想法里面，我一直感觉到好像以前哥伦布说地球是圆的，可是大家都说地球是平的。我觉得人类真的是在这种不断的怀疑跟反对里面去得到，慢慢去得到真的真相，真相在哪里？老师，在哪里？我要看一下，还有更特别的。突然觉得老师很特别，我想他是希望借由一个接着一个的线索，引起我们的兴趣，找出其中的关联吧。老师，你说那个更神秘的地方在哪里？就在这个地方啊。这里？对啊。什么地方？对啊。你可以看清楚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一个图腾，有没有看？这里这个地方就是神祇。神祇就是星际。哦，看不出来，看不出来，怎么看不出来？因为这个神祇星际白亚的霞呢呀，白亚，你呀，人形，人形，人形哦，这个是头，这个是肩膀啊，两个都肩膀啊，嗯，好，那个头，头，哦，两个肩膀，两个肩膀，有有有，刚才从兽的那个洞刚好对准了这个头顶，好，然后一直下来，然后形成这一直的陵寝。这里是陵寝哦，这是陵寝，就是陵寝。那里面有埋什么东西吗？就不知道，就不知道。哎，这个三角，这个也是三角，这个也是三角。哦，所以这个三角前面这里一块石，这里一块石，这边一块石。哎，哦，这个好特别哦。啊，对。那么这个的前面哈，是月牙齿，月牙齿。对，那么月牙齿，那么更神奇的，哦。你们不要怕哈，哦，等一下，为什么？里面是空的，你看看，哇，有多深？我靠，哇哇，好，金字塔到了啊，到了，前面那个，好，里面了，对，我这。不要怕哈，哦，等一下，为什么？里面是空的，真的？空的？对。记者，你再跳一下，我感觉，感觉不一样。你看看，哇，有多深？我靠，哇哇，真的好深，哇哇，你看看，空空的。它很软，拉起来这很软，它连这个都可以插进去，这不是很硬的东西。所以这个年代久远，上面就都是土土土。嗯，但是这个液压土到底有多深，甚至五公尺、十公尺，我们不清楚。但是里面一定有埋藏的空的，来为不为人知的一个秘密，就是同一条。由于大伙的疑问越来越多，老师索性借由画图。
来告诉我们所有线索的关联性。对，然后就是建造人类的一个哦神哦，这个就是现在这边这一个这个神呵呵呵这个神格吗？金字塔。到金字塔、哦，到金字塔，那么形成南北的一条线，对，哈、哦，那么南北一条线这边刚好沙帽山，对，哈、哦，沙帽，就沙帽山，沙帽山一个，对，哈、哦，那前面是社子岛，社子岛，对，社子岛，哈、哦，好、哦，那么从这边直线过来，刚好12000年前的地球线。就有经过地球南北地轴线啊、哦、南北地轴线，因为现在的地轴线是歪的，到一刻钟嘛，哈、哦，稍微检验一下，你拿纸做那个圆灯，你、嗯、这样的地轴线跟以前的地轴线是偏的，所以应该是在这个地方，正切这个方向，对，切这个方向嘛。然后因为我们现在的地轴线是偏了一点点，所以现在我们显示出来的这个地址的北极，对，地址的北极是偏了一点点，所以过去应该。对对对，好神奇！老师，您当初是怎么找到的？因为这个既然是我祖先留下来的东西，嗯，那么当然我们对这个地方的环境会很熟悉。不止这里，我们在台湾北台湾，我们发现很多遗址都是以凭自己的祖先留下的东西，自己都会感觉得出来。感觉，感觉，感觉，对。所以老师你的意思是说不是刻意去寻找，而是你有这个的感应以后，然后到这个方向，到这个地方要去发现的。因为这个是很熟悉的一个环境，很相似，就感觉有那种感觉，因为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山上有什么东西，只要一看就知道了。哦，因为这个也不是什么奇特的事情，应该老师，可是我们觉得很奇特，我们根本看不出来哎。但是因为你们也许你的不一样嘛，过度的进化吧。我们过度进化，对，对我们过度进化。老师这句话含义很深啊。对，老师，那我们去前面看金字塔。前面看，好好，好，前面看金字塔。等一下，我们到那个金字塔那边啊，再拿那个男生出来再对一下，如果真相就清楚了。我想人形神指与巨石图腾一前一后，或许是巧合，但灵寝却是真的。只不过这些年代都已不可考，或许需要经过考古的挖掘才能解开这惊人下谜。随着离金字塔的距离越近，雾也越来越浓。大的谜团准备要被揭开。喂，到了、哦！金字塔到了啊！到了，到了！前面那个，好、哦，这边了。哎，对。哇，真的很像。对啊，本来就是金字塔，哪里有一点像？本来就是金字塔嘛。对，不是，本来就是，不是一点像。哇！老师，我们可以再往更近那边去看一下吗？对，那么我给你讲是这个金字塔是人工的，我们就可以到前面去看那个人工堆叠的痕迹嘛。好，好，好，往这边走。没想到老师说的是真的，平缓的丘陵上矗立着这么一座诡异的金字塔，大伙心中共同的疑惑终于解开了。随着金字塔越来越近，我感觉越来越兴奋。你们看看哈、哦，这个石头哈、哦，这里一块，这不是这是堆叠的，人工堆出来的。就你看哈、哦，这个哈，好、哦，就是一块一块堆叠的哈、哦，这个哈、哦，一块堆叠，哈、哦，当然这个长期哈、哦，年代久远哈、哦，都腐蚀的，跟土壤接触不是很密集嘛，虽然垮的怎样。你这种我一般在野外看到这样子的话，通常都是一大块的岩石耶，没有像这样一块块堆出来，然后堆出来以后还有一个形状出来的，堆出一个尖尖的形状。屋顶它石头是不规则的。对啊，不规则堆叠，对，这就是自然取用嘛。老师有没有一个可能是那种它是很多大爆炸或石头，就是有点像那种火山爆发，有石头这样一直叠上来这样？
变成是一个形状，自然叠出来的。自然叠出来的。假如火山爆发形成的话，这边整个都是啦。对啊，对，他不会把它堆地下干净，地下干干净净，他很刻意的像堆积木这样给你堆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我看一下我们刚刚那个线就知道说这边到底是不是。南向在那边，老师，所以我们刚那个石头墓那边是在那边，嗯，然后接过来这边，然后在沙帽山再往那边再过去。沙帽山了，对，前面的是沙帽山。我突然感觉，这一切似乎披上一层魔幻写实的外衣。金字塔方位与老师所绘的轴线居然成了一直线。我想，所有的迷雾都指向神秘的金字塔。那你有上去看过吗？上面有上去过了，上去过。那上面有什么？上面本来是有平台石在，有个平台石。那现在哈，因为人爬上去的人太多，嗯，有的石头都被剥掉了，都被崩塌下来。那你要不要上去看看？要不要？我觉得这一定要上去，我很想上去看看到底上面是什么样。上去看看，我们上去看看。经过岁月覆盖的金字塔是很难从外表窥其真面目的，今天我们将揭开它神秘的面纱。到了，我们在顶上呢，我们在上面呢。没有老师说的平台石啊，这一块这一块最近有点开始崩，哦，上面好冷，最近有点开始崩裂了，起大雾了下去，什么都看不到。对啊，明道，你觉得刚刚老师讲的话，你会不会觉得很神奇？现在老师不在，可以讲实话。我觉得老师刚刚讲的这部分，有一些部分我觉得是可以用科学的，有一些部分值得去研究，然后有一些部分我觉得还是听起来还是，就是我还是没有办法去。好，感觉来到这边，记录下这个凯达格兰的历史，真是非常特别。我第一次哦，第一次录节目录到后来，我还是搞不清楚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老师说的每一个观点哦，每一个论点都有它的相关性，然后你只能串了起来。但是你真的要我把以前脑袋里的印象对历史整个的印象全部抛开，我又不可能。刚刚老师说的，一直在说，他一直在强调那个外力。我在想，我从以前的金字塔说是外星人他们的盖的，我在想说，老师说的外力有可能就是外星人。对，不过这是我自己猜的啦，乱讲的。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节目对我真的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因为搞不好如果以后真的这个论点被证实了，我们冒险王就是第一次把这个东西记录下来的节目。走吧。站在金字塔顶端往下望，我的心情就像眼前白茫茫的世界。对于老师的推测与论述，我真的有点迷惑了。才下金字塔，老师却又更大胆的预言：假如这个七星山这个金字塔的经过考古，经过国家的力量的切入，我想地球的文明史。应该会重新改写。老师，你现在讲这样，你提出这样子的论点，有人说就是会反驳你，就是会认为说这是没有这样子，不是的吗？那这个倒霉对声音，那是自然的现象。人类以为自己是
可以人定胜天吗？对，真的那是错的。人类在整个宇宙来讲还不及于恒河的一粒沙，所以我们人类现在在坐井观天的论述并不是以整个宇宙观来做论述。我突然觉得老师很伟大，或许在世俗眼光中他是一个怪老人，但是他费尽岁月追寻祖先所遗留下来的文明线索，那研究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姑且不论那些冰河理论有多耸动，单就这些七星山凯达格兰遗址的出土呈现，我想这就足以让人兴奋。由于遗址所在隶属国家公园范畴，我们无法解开这凯达格兰金字塔的秘密。或许正如老师所说的，当国家力量切入时，将揭开凯达格兰文明传说的神秘面纱，也将改变台湾或世界的历史，也说不定。走出传说故事的大门，我们继续踏上冒险的旅程。今天将上山学习认识救命草药的独门秘方。今天啊，我们来到这个三峡的山上啊，是要跟那个台湾国际搜救总队的教官们学习一些野外求生的技巧。教官，哟，哦，哦，好，教官，哎，那所以今天我们要上课的地方就是在这边吗？对对对，就在这边。哎，咱要怎啊去哩哦？看这物件哈，我会告诉你。告诉你啊，这样子什么东西，什么草药可以用的？那教官，像我们在这样子的山区啊，它比较会有哪几种种类的药草？那我们还没上去，还没不知道，还没有上去不知道，不知道。哦，所以我们要等到等下上去了以后，才能够知道说看到哪几种，就有哪几种这样。对，哪几种可以吃的？哪几种不可以吃的？哦哦，好。李教官是有名的野外求生专家，对于草药有其独到的用法。面对即将展开的国外冒险旅程，我想今天的课程将格外的重要。上课的地点选在这个潮湿的中海拔山区，是因为这样的环境最适合药用植物的生长。今天除了学习认识草药外，也将介绍教官独门大补汤的秘方给大家知道。别错过这个认识草药及得到独门大补铁的机会哦。这边有，有了，有了，有了，在哪里？在那边，那边有，那边有，那边有，两颗，两颗草药，对对，那是治什么的？那个治蛇药，蛇药，毒蛇咬伤的蛇药，毒蛇咬伤的，对对对，是那个吗？是是是是是，那个，对对对，我们教官，我们可不可以赶快下去看看？是，这个，脚踩到了，我脚踩到了，对对对，哦，这个，哎，对对对对，哦。哦，这就是蛇药哦。对，不只是蛇药而已，不只是蛇药，它也可以在我们在山上哈跌倒了哈，哎，跌倒然后扭伤，哎，扭伤哈都可以用。还有，有跌倒扭伤，对对，都可以用，不会，除非它的骨头断掉，哦，要不然它肿起来，马上就是很快就好。那我们这个跟一般叶子，我们怎么去分辨呢？我们的叶子都是七叶嘛，七片哦，对对对，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叶大。哦，七叶胆，哦，因为它有七个叶子，这样对对对。哦，那它的苦，它的味道就苦到五苗来了，它味道很苦。对，然后它现在大家俗称它是七叶胆。我试看看，哦，胆哦，因为胆很苦嘛。对对。哦，真的这么苦哦？我试看看。好，好苦。教官，如果说我们一般在野外被蛇咬到，那可是我们又不懂草药的话，我们要怎么样去急救？你懂草药没有用？那教官，你是被什么蛇咬到？是龟壳花。龟壳花。我一咬到十秒钟就倒下去了。那草药当时都不知道，而你就咬到你已经完全就是。
稍微有毒啊，稍微有毒哦，稍微有。那相关你提有毒的给我吃，没有，但是你要一定要吃还提完病吗？哦，哎呀，稍微，你除非被蛇咬到，你都可以吐那么多。嚯、哦，这个跟我上次在标旗鱼的时候吐了胆汁那个味道真的是一样，好苦哦，好苦哈、啊，哦，鸡叶胆，对对，这样子，这完全都用滑哈、啊，那果汁也可以用吗？果汁我是比较少，比较少，最主要是叶子，哦，用碎，对，然后可以敷外敷，被蛇咬到，我们被蛇咬到可以外敷，对对对，然后也可以内敷，那教官，我们一般就是我们使用它也是直接像我这样生咬吗？鸡包用来杀，啊，除非你要是被蛇咬到，还是用来煮，对，哎、啊，用熬汤也可以，熬汤也可以，还有泡酒也可以，泡酒也可以。对 对, 對。那教官，它这个除了被蛇咬到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功效？它的功效，我们消肿退红，消肿退红，消炎。对 对, 對，还有让东西分解出来。哦，那个疱疹，带状性疱疹，对对对对，哎，对可以。哦，带状性疱疹也可以用。对。《本草纲目》记载。七叶胆又名无抓粉藤，是清热解毒、祛风湿药，主治肝炎、消炎解毒、坐骨神经痛、改善体虚等，以一柄七叶作为判断方式。哎，还有，好，干嘛？教官在哪里？对，教，哎，摸慢。我已经慢了，你是去加大你慢点。竹莲是不是？哦，杏莲呐，蛮好吃。教官，你讲得好吃啊。对啊。好、啊。教官刚说这个很好吃，试试。哎，有那种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酸梅草那一种，然后。很香，然后就香上来，哇，这真的很好吃。哎，加完这个味道真的不错哎，这不错哈，哎，真的不错，很好吃。对，哦，先生，哎，喂，等啊，我打到蛋，什么？要不？哇，你踩到了啦，在哪里？这边啦，你要回过来一档子。哦，你把它踩到了啦。哇，哇，怎么办？这是什么药草？就是那个啊，刚刚教官说的这个是金那个金线莲的一种啊。教官，你说这是叫竹莲哦，竹莲，对，什么材质的？它是金线莲其中一种，金线莲的其中一种，但是它比金线莲的药效好一点，比金线莲的药效还要好。教官，那它这个这一种药草的作用是什么？它平常啊，哎，心脏，心脏有病的，是的，不对头了。哦，心脏血管的，还有也是毒蛇咬伤啊，可以用毒蛇咬伤也可以用，哦，消腱可以用梅罐都可以，哦，这种更快更好，比较纯，然后它比较纯，好好好，这样教官要怎么去判断它？竹莲如同金线莲一般，茎叶细嫩，味甘，主治心脏血路系统的症状，另有补气的功效。可单方或搭配其他药方使用。目前山区已经不容易寻获，属稀有珍贵药材。这是教官秘方中的第一味草药。哎，全部都可以用。哦，从下面到上面都可以用。可以泡茶。泡茶。对对，熬汤。哦，就很像那种金线莲茶这样子。对对对。哦，因为这个比较稀少。比较稀少。多了，现在比较。现在比较少。以前很多，也不容易找，也不容易找，对，哇，那我们运气真的是不错。现在这个呢叫做竹莲，然后它是金线莲的一种，然后它对于那种心血管疾病啊，还有甚至是毒蛇的毒，都有非常好的解毒作用，然后提神醒脑。然后教官刚刚说啊，这个药现在已经非常的珍贵，非常的少了。嘿嘿嘿嘿。要搞不有助教有功能啊，精神就很好。教官是不是这样？对，我精神人家就很好，好吗？好，那我们再找下一种，走。挥之不去的竹莲香气回荡在我的喉咙中，我几乎可以想见教官那锅独门秘方大骨汤的美味了。那，哎，这边也有，哪里？
还有两种。哎呦，这很特别。这教官，这叫什么名字？双面刺。双哦，双面刺。双面刺。我就直接叫双面刺。对对对。哦，那稀少。这很稀少哦。曾经啊，嗯，观众被毒，被毒死。观众被毒死。对对对。嗯，那他叫的双面刺。对对。他们拼命的咬。哦，就是拿着这样一直一直咬，对对，他整根整根拿起来一直啃，他就啃，嗯，然后他的毒液，哦，就已经有被就是被他剪掉一点，对对对，剪掉一点，但是他也有处理，也有处理，哦，就是这也有一点有蛇对蛇毒的功效，功效，那他这个还有其他比较就是最主要的疗效是怎么样？这条它比较像尺度大哈，它对蛇咬的，我们曾经还在研究，哦，还在研究，哦，这还在研究当中，就对了，对对，哇，这真的是非常珍贵的。双面刺又名鸟不素或鸟踏刺，味辛苦，解毒、行血、止痛。《本草纲目》记载，本品有毒，用量不宜过大，主治风湿、蛇伤、骨刺、无名肿痛等，属容易辨认的特殊药材。教官常年在野外生活，不知道是否也曾用过双面刺。嗯，那你自己有被蛇咬到过吗？有啊，啊，曾经就是被蛇咬到。哎呦，好肿哦！对，就是被那龟壳蛙蛇咬到。嗯，咬到一至十秒钟就倒了。哦，你一咬到十秒钟就倒下去了。掉下去，那属于龙属于没滚后啊。那到当时我都不知道了。你就咬到已经完全就没有不知觉了，不知觉了。对对，就完全都不知道。跟那个讲，又要咬掉，在我嘴巴呢，我都不知道。哦，你就然后就直接到倒下去了，到医院。然后到医院的时候，那个当时整个乱了，你知道吗？整个大家都慌了，都慌了。嗯，那最主要啊，是讲你要抓到，我所以我赶紧加一套哈。你要等下加到呢，直接倒。安，打完都注意就带你造出来，啊，那做出来要拔了安，咱拔个麻也无要紧，啊，你再观看用个针啊，你莫用刀啊，刮。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冒险王十全大补剂，好，这是我们今天辛苦了一个早上。哦，对对对对，哇，太棒了太棒了，哦，看，哇。要打到安，咱打到麻也无要紧，啊，你再观看用个针啊，你莫用刀刮，哦，不能用刀子，不能用冲，用戳的，戳的，用针戳，对对对，像人如果咱像咱的山吼，用个这个电弄的，有事就赶快戳一戳，对对，啊，你若讲较大，你甲拔较长的哈，而且你最主要就是讲卖好咱这分咱的心镜头啊，卖药粘回去。不要让它组织坏死掉，以后要解决。你就是讲，放二十分，十五秒，你要放十五秒，第二十秒，如果那个放的时候，伊会冲出去啊，对不？伊会冲出去，啊，再过二十秒以内，关到八个。哦，所以是我们被蛇咬到以后，赶快绑起来。可是你也不能一直绑，绑大概二十分钟以后，要赶快放，要放掉，放掉，然后二十秒以内再绑起来，绑起来，对。哦，这样它的组织才不会说这个整个都没有血坏死掉，对对对。我都不能说哈，我就一直绑着，阿里跟他偷抄以后才不用。哦，这样没有用，都每一个步骤都要做到，都要做到。看着教官手上还未痊愈的蛇伤，我几乎可以想见当时被咬时危急的状况。毒蛇并不恐怖，恐怖的是大部分的人没有蛇伤急救的处理常识与。教官深刻的叮咛嘱咐，或许在未来的冒险旅程中会救我一命也说不定。撇开严肃的话题，我们继续跟着教官寻找其他药方。哦，还有这个，还有这种，这种，这是有这两个都有的。这种我们等一下哈，那个用南北都在顶边头这单来塞的顶。这也可以炖，对，这嘛是超，这嘛是抓家的一个蛇咬到的，对对对，这可以医治心脏病，应该突发哈。这边，
嗯，像讲土花的时阵，嗯，你人讲要死去啊，对不？你伫个像讲高山症啊，啥的，对，就是空气进去那个肺活量很舒服，对对对。哦，那教官，所以它这个是针对什么在作用的？这个比较好，就是玫瑰荷花了，像那种四个金丝丝啊，金丝丝也是蛮有效的。哦，教官，这个叫什么名字啊？九层茶高山茶啊，九层茶高山茶，九层茶，像那个我们的茶叶哦，像有点像茶叶的样子。这个呢，就是九层茶。然后它的功效呢，跟刚刚那个山杆兰是有差不多，是也是有蛇药的功效。然后比较特别，它还能够补气，一般我们炖来吃啊，能够补气，而且这闻起来，哇，非常的香，嘿嘿，你们一定以为我要吃，对不对？才没有，神经病，什么看起来都吃，这回去炖起来吃，炖鸡很棒。教官，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哎呀。好了，这是我们今天的药草。林茂，林茂，哎，哦，这里有金线莲，你看，要金线莲哦。刚才是那个竹莲，竹莲。哦，这个小盒的啊，不要抬，不要抬到，很漂亮哎，旁边都会有，那边也有。好药。对啊，那块我们可以拔起来吗？那个大的，大的可以，应该可以。这可以了哈，小的就不用拔。好，拿起来看比较清楚。虽然这个就是金线莲哦，对对对，然后那后面哈，它的侧身，它的后面是后面，它比较人比较多，所以很多的知道。它这后面是红色的，对对对，然后这边是绿色的，对对，这就是金线莲，然后跟我们刚刚那个竹莲的功效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金线莲别名虎头蕉，有清凉退火、凉血固肺、去伤解瘀、补中益气效能，人称药王，与竹莲同属珍贵草药。哦，教官，那这个我们这样子回去也可以炖吗？可以啊，可以啊，我们顺便带回去，加入我们炖补的行列。对啊，对啊，对啊。哇，那今天真的是非常的补哦。好了，走，我们带走，走。天空人不断的下着雨，虽然大火是在密林里，但是半天下来身体早已湿透。不过为了找齐教官独门大补帖里的药方，我们将继续找下去，可是不知道还有几种。教官，那我们这样采草药是不是够了？那个算几嘞？哦，还少一味哦。对，还少，还不止好少一味。对，算几行？还少一，还少一样。嗯，那还至少哪一样？看看，那如果有的话哦，甜菊也可以啊，那奶藤也可以啊。甜菊，我们找得到人都可以用。哦，甜菊或是奶藤。对对对对。哦，在前面那边，再找看看。对对。好好好，你说。既然只剩下甜菊，我们怎么能放弃呢？不过要在这广阔的树林中找到这味草药，那还真有如海底捞针。哇，哎，这掉了，这掉了，你这，不要，不要，当然你说这叫做甜菊哦，甜菊，就是那这个是有什么样的功效？关人个食甜草啊，哎，伊个加落食会滴滴。啊，真的吗？滴滴耶，滴滴耶。这个我就要讲一下，是非常的甜，真的，非常的甜，非常的甜。给我试试看吧。非常的甜，你咬一点就好，你不要咬太多。甜耶。嗯。超甜，很甜，其实就是吃那个甜甜的味道。好，不要太苦，就有点像我们加糖那个感觉，意思一样，就是它最主要是甜甜的。甜菊的甜度约为蔗糖的300倍，却毫无热量，是糖尿病患者的圣品。在甜菊旁边，教官找到另一味药。教官，你手上抓这一把是什么？人家说羊奶头，不是很好听的名字哈。教官，那这是药用的吗？对啊，对啊，来塞的。甜甜的，真的，真的像那个羊奶的味道。羊奶头是一种大家耳熟能详的草药，主要效能是壮阳、活血、补气。其根部的气味有浓厚的羊奶香气，由于被大量采收，目前山区里已不多见。嘿嘿，意外发现它，当然要加入炖补的行列。这一趟的野外草药认识之旅，倒是让我们付出许多代价，不过我好
好像已经闻到教官独门大补汤的美味了。你知道这里面有什么吗？它这里面有我们今天一早上最先遇到的竹莲、金线莲、九层茶、羊奶头，然后还有我们最后找到的甜菊，然后再加上一般的那个枸杞跟红枣，就成了我们的冒险王十全大补鸡。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辛苦了一个早上的成果。好家伙，哦，来，可以，哇，太棒了，哦，赞，哇，当主持人就是有这个好处，什么东西都可以先试。哇，哦，真是太补了。哦，那种很满足的感觉。来，看到我们狼吞虎咽这纯美的大补汤，您是否已经口水满盈，想要跟我们一起大快朵颐了呢？只要记得这独门大补铁的药方，您就可以随时替自己进补。吃完这锅大补汤，我们准备踏上另一段冒险旅程。